湾的周遭。那么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就在高雄的光华夜市，本来这里应该要很热闹的，现在你也看到在旁边哦，这个所有的店家跟摊商啊几乎都是关上门没有营业的，最主要就是担心今天台风的人潮还有这个风雨状况了，因此看起来稍微有一点冷冷清清，不过仍然还是有一些店家有出来营业，也马上带你来了解一下哦。看到这边有一家寿司店老板，他是有来上班的，我来边问一下，他是在忙。老板问一下，今天看起来好像这个店家几乎还是没怎么开，大概少几成啊？大概有七八成都没开就对了。大家是担心风雨吗？对，风又大，晚上风很大吗？对，风很大。啊，人潮状况今天还好？人潮比较少了，少很多，少很多。都不想出门了。你等一下也是要提早关门吗？差不多要骑脚车了。了解了解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有听到，其实他有提到今天来的人潮真的很少，在刚刚其实也有其他的民众表示啊，想要来觅食，结果根本找不到东西吃，因为有开的店家实在太少。有好几家都没有开了。好几家，啊，有找到你们想吃的吗？我们正在看，我们的锤包汤家，锤包汤家的对哦。熊的部分呢，风雨仍然是一阵一阵的，还是有间歇式的风雨会出现。最主要就是在最后一报的气象局刚刚收走最新消息，在其中路上警戒的区域仍然还是有包括高雄，也因此呢，在高雄的民众仍然还是要严加提防风雨状况。那么预计在明天，杜苏芮的暴风圈应该就会脱离台湾，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在今天晚上一定要保持警戒了。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，主播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